首先可以代表香港體育業界拿到呢個獎，都好開心嘅。我哋嘅得獎證明咗喺香港嘅體育發展，其實係好需要 sport management 嘅公司去幫助運動員啦。其實亦都有好大嘅發展空間。咁希望今次嘅得獎可以俾到商界睇到體育嘅市場嘅發展，其實係有好大嘅空間嘅。Equitan 傑出之處的地方是我們有很強大的 Sport Media 的 Network， 以及我們有很多的合作夥伴都很支持我們有共同的理念去幫香港的運動員，以及去搞好香港的體育 event。 我們希望可以多些帶香港的運動員衝出香港，好像剛剛上個禮拜我們公司的簽約運動員姚潔晶一樣，他的理念就是衝盡無悔，就算去到最後我們搏到盡去不到奧運，但不要緊，我們破了香港紀錄，亦都證明了香港運動員是有料到的。